哇，我进去的时候，人家已经在欢迎明天光临了。儿子，别这么近看电视。爸爸又用电视骗你了。别开门呐、啊！快给爸爸提过去，爸爸提过去。他真的要来给你提。小心手。不会，那你怎么办？我早去买了。反正不去了，你最知道。我们不要乐色话。我去试试啊，我们要不要来啊？你为什么没穿雪鞋？妈妈出去这么久，快过来。你为什么没穿雪鞋？妈妈，我想你，宝贝。妈妈刚刚在摩托车上面想，要是送你去阿妈那里，或者送你去幼稚园，脚那么冰。哎呀，脚太冰了，妈妈肯定很想你。妈妈上班的时候一定心神不宁，出去那么一下觉得好想你哦，臭狗屎！哎，这个臭脚脚，你录个屁！你录，我这臭脚脚，你录什么录？哎呀，好冰！你为什么不给他穿鞋？鞋垫好。差点变鬼嘞！你为什么不给他穿鞋这么久？哇！不要了，用过了不要了。那你过了嘛？翻一下下就要丢掉、哦。那车上的带了很多天了耶。快点来把你的食物倒出来了。